哎，我决定拍一个影片跟你们讲，我们中秋节的烤肉礼盒已经全部寄出去，这是我跟板娘的 LINE 的资讯哦，我有汇款哦。今天寄出去的，那么还没，哎，那个什么啊，就是我要讲什么？哦，对了，那个记得收那个收包裹哈，你不要给我退货，然后再来跟我抱怨说我没有寄哦，跟你们讲，你不要这样子哦。另外就是那个，如果收到了以后啊。等一下哈，我看一下王中王海鲜叫卖。收到以后记得到那个这个王中王海鲜叫卖产品区这边哈，帮我们留个言哈，说你已经收到了，然后证明一下我不是胡乱的，我不是随随便便，我不是。po 个文随随便便的，另外一个这张图已经很久了，我想要最近都没有更经典的照片，如果我要换这个照片，除非是那个红豆穿比基尼的，不然真的换不掉这张照片，我也很想换呐，换不掉。好，记得哈，你们到。应该今天寄最快明天，最快明天，然后最晚是后天吧，因为今天寄出应该很快，明天就到了，大部分明天都会收到哈，大部分明天都收到，拜托拜托，只要收哈，这种是里面有生鲜的东西哈，如果你没有收的话，它会坏掉哦，记得哈，收到以后到我们的这个社团来对。那到社团这边，帮我们写一下文章哦。啊，这就是我的账号啊，大家都知道，我是吕布布啦，我就是吕布布啦哈。这没什么好隐瞒的哈，大家都知道。好，那就这样啦，拜托拜托。